手们实力如何，可是我曾经拿过 battle 第一名，我相信我可以帮助到大家。看到这么多女孩站在舞台上追寻自己的梦想，我觉得很羡慕也很感动。当时因为自己的一些事情而错失了比赛，现在有这个机会能站上这舞台，我一定会全力表现。镜框马尾那女人很漂亮啊，翻镜哈，最后 ending 劈腿的那个，看到卡崔跟珍妮佛他们来 DD 五二表演，我就觉得平常都是看他们跳街舞的影片，就是来到女团跳之后，果然就是把女团的舞提升了，很有质感。其实我看完他们表演的时候，我是有点吓到的，他们的就是那个企图心很明显，然后就是有让我觉得小紧张的那种感觉。APEC， 我觉得你的表情跟你的 Jennifer 吗？对 Jennifer， 我觉得都做得很好。其实，在看二军表演的时候，我觉得如果是以第一次来表演的话，我觉得你们都还蛮有大将之风的，所以恭喜你们。对。APEC， 你们其实以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来说，表现得已经非常好了，然后你们的整齐度也非常好。那我觉得 APEC 缺乏的东西是力道，还有一种肾上腺素起来的那一种活力。那希望未来你们回到这舞台，
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刮目相看，好吗？谢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，我是林格时代 DD World 首席导师。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加开启小铃铛，就能看到最新最独家的 DD World 影片哦。